面妈无法度来披彩带，但是伊好心，咱的台湾之子，咱第一名进党入体，咱台湾人的骄傲，咱的阿扁总统，咱那一批面妈来到现场，为你出场披上彩带，各位，让咱们共同加油哦，阿扁。台湾中国，人民之国，台湾中国，人民之国。今麦求着咱陈水扁总统，今麦伫台顶看到伊的后生，来，咱今麦伊特别准备着这个彩带，要来庇护咱陈世忠，继续来接受伊的衣钵，集中跪伫涂骹。非常的感动的时刻，为着老爸，给老爸为着咱台湾奉献，我以着伊的后生陈志忠，再一次为着咱前进小港来打拼，这是历史的一刻，非常的感动，咱继续甲咱志忠支持，好不好？总统为着伊的后生来披上战袍，披上彩带。今仔日落着雨，予大家真无方便，但是大家有缘来陪伴弟兄，风雨无阻，不见不散。弟兄而且想用深深的一鞠躬来表达我120000分内心的感谢和敬意，谢谢大家。非常感动，也非常的激动。今仔日是咱台湾市长甲弟兄联合竞选总部的成立的晚会，做多谢咱所有阿元会、咱的干部、咱的团队，大家筹备、大家辛苦，才会得来完成今仔日这个活动。嘛特别来感谢弟兄发的机会，咱的好同志、咱的好战友。王文志议员、韩素川议员、咱的陈明德议员、陈伟文议员，以及着咱的徐志善、咱的主委，啊，搁有阿多啊，姐姐李伟，搁包括着咱的优秀科议长台湾水务部，搁咱的陈田辉、李伟、黄伟泽市长，特别对富城、台南、地中海雇佣。专家来到高雄，甲弟兄来加油。咱的尤院长对台北，都来甲弟兄来鼓励、甲加持，实在非常的感动，也非常的感谢。志堂前，同款办的这个所在，所有时代乡亲，赐予弟兄啊机会，予我有机会来当选市议员。而且四党以来，咱唔敢无悔。咱不敢分担，一天当作两天在拼，人市长同款，咱也是要两年拼四冬，四冬拼八冬，弟兄你议会来奉承，你地方来服务，连续六个会议来提着高度毛，并敢问政有一个议员，弟兄我大家都归无，弟兄啊我大家都归无。
足侪所在爱去学习，爱去进步。啊，但是咱真拍拼，咱绝对袂当辜负着大家的期待甲愿望，一定爱终于所托，再拼四年。所以你这段时间以来，咱的机会提案200件，咱来完成选民的50000件，差不多有5000件。其中来争取咱地方的建设的经费，差不多有2亿1000多万，包括咱的道路、咱的排水、咱的交通、咱的停车、咱的产业经济、人才的培养、劳工、动保、弱势的照顾。咱来举办着这个长辈活动，咱的长辈的进行，嘛差不多1600多位长辈来参与。有咱来办亲子活动，有爸爸妈妈带囡仔，阿公阿妈带金孙，做伙来吹泡泡，做伙来看这个气球的表演，差不多有3000位囡仔，2000个家庭拢来参与着，真欢喜。咱的团队做伙来打拼，咱来完成。最后，而且要拜托咱的时代乡亲、好朋友。虽然政治这条路坎坎坷坷，昨日市长晚会大家在唱歌，就坚持了，讲别人出事就好命，咱是用命在打拼。在中立政治的路上，咱有成功，也有失败。咱有当选的时阵，有哪有落选的时阵？咱有快乐，有哪有悲伤的时阵？但是咱跌倒，嘛是要爱站起来，拍动手骨。点到用点着，虽然有风有雨，有大雨有大影，但是有缘，咱坚信，咱坚定向前来行啦。因为有所有咱的乡亲，你的陪伴，你甲弟兄来加油甲鼓励，所以我就有信心，我就有勇气啦。所以只要咱有机会，再来认真，再来打拼。绝对来为着咱小港甲前进，予咱的生活环境更加改善，予咱的高雄更加进步。高雄起飞，再拼四年，好不好？政委阿爹妈都选好啊，所以是不是你家，甲大家来恳求，再一次的拜托，集中你的选票。集中咱所有乡亲时代的选票，唔通分票，予弟兄的财位二呾，唔通分票，予我会当顺利来当选来过关，好不好？好，集中，三集中，三集中，集中集中集中。